独卖巨人以些为胜差紧追央联第三的横滨 NA， 如今场场都是关键。不过他们今12日却遭遇强敌阪神虎，在先发田口力斗遭打爆15分情况下一路处落后局面，但到关键球上阪神守护神多利斯 Rolf Erodolis 失守，让巨人趁机逼平战局，最后两队战到延长12局难分胜负，5-5握手言和。和天口此役惨遭狙击，总计前二局惨挨七安失五分，随后才稳定下来。不过阪神先发藤浪靖太郎也好不到哪去，三上被长野久义轰阳春炮，四上投出单局第二次保送后连遭鬼井上信和长野乔安，让巨人追到一分差仅称三，一局就退场休息，仍无法让自己终止四连败低潮。随后两队一路僵持到八局结束，结尾再有分数进账，阪神巨赢球只差一步，未料九上多利斯竟放火无人出局，被攻占一二垒，接着被桥本道乔安打回追平分，让比赛回到原点。进到延长赛，巨人投手群只让阪神敲一安无失分，然而打线不争气，虽一度在12上一出局后攻占二三垒，却无功而返，以和局作收。同田横滨也有出赛，以3-1击败洋联龙头广岛，巨人仍以0.5场胜差紧追在后。杨代刚前一有二安打表现后，此役再度熄火，五打数静默还喷二 K， 九下就被换下场休息，打击率从82%下滑到77%。他近五战总计19打数敲三安，打击率是低迷的1.58%。中时电子报。